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536页第八行啊，536第八行。闭塞诸卧趣啊，诸卧道啊，卧道者地持经也，成卧行往，名为卧道，即成卧行而往之道路，夜名卧趣，地狱卧鬼畜生等事业，上民三卧趣，夜游加入修罗名四卧趣者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此地，卧道。这指六道里面的地狱恶鬼畜生，这叫三卧道。三卧道是果报，为什么会堕三卧道？造作三种不善之业所感得的果报，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。讲的很多，但是还是要讲啊，为什么呢？还有很多人没听到。我们这个节目全世界的人都在听，所以每一次每一堂课都有新来的同学，前面没听到的，或者是初学佛的同学，我们都要照顾到，所以不厌其烦。老同学多听，熏习沉重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做到，就是对这桩事情没有真正了解、透彻了解，所以你不能落实啊。张家大师的标准
必须我们落实了，做到了，这是我们真正明白了。啊，没有放下，就是因为不明了。啊，所以要不断的重复，多次的熏习，我们才会觉悟。啊，才会回头。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，哪一个不具足、自私自利？啊，起心动念，先为谁说？都为自己啊，没有想到别人啊。古人他起心动念，头一个会想到父母，想到老师。为什么？这一生呢，对自己恩德最大的。啊，会想到别人。现在的人只知道自己，不知道别人。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这就造罪业。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。啊，《地藏经》上的话，啊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啊，贪念、七情五欲。六根对着六尘境界，就起贪嗔痴慢疑。这无我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无我也叫五毒啊。啊，这五个字。要把它简化，就三个字：贪嗔痴。啊，慢跟疑，慢是嗔恚里面生出来的，怀疑是愚痴里面生出来的，所以可以包括在这三个字里面。啊，那么我们常常说到这个地方，我都提醒大家：贪嗔痴不好，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傲慢怀疑往往疏忽了。傲慢是嗔恚的核心，怀疑是愚痴的核心。人不怀疑，他就不会愚痴了。人没有傲慢，哎，他就不容易成慧。啊，那么前面有个贪，贪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情执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这个东西不断掉，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念佛也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临终最后一念呢？这等于障碍。你这些东西没断干净，冤亲债主就
就有把柄啊，障碍你，让你不能往生。啊，为什么不叫你往生？你跟他结的怨没化解啊，你杀他的，他要跟你讨命。啊，你夺取他的，他要跟你要债。啊，他有坚固的执着，他不肯放下。所以，欠命还命，欠债还钱。因此，学佛的人才知道，决定不伤害别人。决定不占小便宜，啊，持戒要严，啊，也就是认真去修十善业道，啊，养成一个欢喜布施的心。把贪舍掉，啊，自己生活清苦一点没关系，来生好。啊，吃亏是福，古人讲的话一点都没错。啊，人只要能肯。让别人肯吃亏，来生一定有大福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欠你的人多，你不欠别人的；欠你的人多，将来还你的人就很多。啊，今生欠我的人。我不向他们讨债，没有报复的心，没有怨恨心。来生他还你了，恭恭敬敬的供养你，一报还一报嘛。啊，积德积来生的德，一定要知道。人没有离开六道，啊，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的关系就是讨债还债，啊，报恩报怨就这么来的，啊，那么现在的人，儿女、亲戚、朋友，抱怨的多，报恩的少。什么原因？我们没有布施恩德所造成的。啊，你能舍，能布施，来生好啊！啊，行善，不求果报，那就变成功德。啊，功德能帮助我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、往生极乐世界，帮助你提升品位，这更好啊！啊，这全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我们吃亏上当了，我们财物被人骗去了，被人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，没事，根本就不要去想它。啊，对于夺
索取的这些人没有怨恨，提起来我们还是恭敬他、尊重他。好啊，以德报怨呐、啊！我们能成佛道啊！啊，前面我们学习过，他跟我们是一体，一体，我们有义务照顾。那如果他做好事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，他做的事情不善，我们劝勉他，啊，人犯过错是一时迷惑啊，堕落在财色名利里头，是一时堕落，是很可怜的。啊，我们读佛经里面讲的业因果报，啊，佛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啊，做的不善，影响的面越大，影响的时间越长，将来受苦也如是。啊，受苦在三恶道啊，受苦重啊，时间长啊。啊，修罗道、罗刹道，这些没有算在卧道，但是也有人把它称为卧道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这些人中了大福，做了大好事。为什么堕卧道？他不能升天。因为他傲慢心重，啊，狂妄自大，嫉妒心重，啊，损人利己，造的是这种业，他也做好事，啊，修五戒十善，修得不错，啊，所以他能够升天，享天福。啊，天上的阿修罗，阿修罗是有天的福报，没有天的德行。啊，习气很重，就是傲慢的习气，占便宜的习气，欺负人的习气，他有这么多。啊，福报享尽了，再下一生他就堕三恶道去了。啊，不是第二世，第三世堕三恶道，所以也称他做恶趣。世尊慈悲，49年教学当中，天天提醒大家，时时刻刻不离，啊，劝导众生千万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，造重大的罪业，啊，到来生受果，后悔莫及。
啊，古老的时代讲这些因果报应故事的人很多。啊，多半是说唱艺术。啊，我们在做童年的时候，这种艺术还存在，特别是农村、小镇，啊，有茶馆，茶馆里面有人说书，说书就是讲故事、讲历史故事、讲因果报应的故事，啊，乡下。学校以前学校很少，啊，一般人这些知识从哪里？就是听这些说书的，啊，民间艺术，啊，有说有唱，啊，教化众生的。劝善归过，起很大的作用。啊，现在这个没有了，被电视网络取而代之。啊，古时候这些现场表演。啊，所以旅行的人走路，口渴了，到这个茶馆小店去喝一杯茶，哎，听一段说唱。啊，休息半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再启程。啊，到处都能看得见的。这是属于社会教育，啊，可惜现在这个逐渐看要失传了，那么这住卧道就是三卧道，或者是修罗罗刹。啊，都包括在里面，如何闭塞？啊，闭，关闭，也就是塞的意思。令诸众生免除堕入三恶趣或四恶趣的。这灾难了，这是闭塞住卧趣的粗浅的解释。慧疏有更进一步的解释，为六道皆是我道，这是真的。只要你不能出六道轮回，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人天的时间短。那么就想到，这个六道轮回就可怕了。他说：“六道在流转所有啊，故言我道。慧疏之顺，于今有据。佛在经典都说过，他有根据的，不是自己随便说的。为以无量寿经为一本。”恒皆无我趣啊，
说无道，无道里头不说修罗，啊，修罗在哪一道就算是哪一道人，啊，阿修罗除了地狱里头没有，其他四道都有，啊，天上有阿修罗，人间有阿修罗。畜生有阿修罗，鬼道里头也有阿修罗。啊，阿修罗就是傲慢心很重，嫉妒心很重，啊，给别人是斤斤计较，啊，不会忍让，啊，总是欺负别人。就这一类的，啊，虽然也做好事，他好命，啊，做好事也是为名为利，没有名利，他真的叫一毛不拔。啊，所以呢，六道啊，可以说为五道，啊，六趣。成为误区。经云五误区，即会书所解，六道啊，通通叫误区。是以闭塞诸误区，那就是断除众生轮回六道之途，令出生死之海也。这个意思好。经绘本三十二品的一页，横接于无趣，卧道自闭塞。这个横接就是念佛往生净土，叫横超，超越六道。啊，因为修其他的法门是输出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，时间很长，路程非常遥远，啊，绝对不是一生、二生能够办得到的，啊，一生成就的只有净土法门。三十二品这两句经文，横截于无趣，卧道自闭塞，是惠子汉魏两种译本，因为两种译本都有这一句。下面通达善趣门，通达长通无阻啊，没有障碍呀！啊，这是什么？都是说的净土法门，劝人念佛往生。啊，不用这个法门，用修禅。学教的啊，学密宗、学其他法门的，很不容易。为什么？他不许待业，那一定要消业才能提升。我们试想一想。断五种见惑，才能证得大乘初信位的菩萨。
小乘须陀洹。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做到？身皆破了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。边界断了，边界是相对，是对立，两边的，两边要是断掉了，人就和谐了。他能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为什么他不对立？几个人能做到？为什么会人跟人对立？因为有我，我没有了，我放下了，所以对立就没有了，成见没有了。成见是自以为是，要别人听我的，我不肯听别人。今天讲主观观念非常强，成见有两类，一种是因上的成见，一种是果上的成见。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，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。放下成见，没有意见，什么都好，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让人人都皆大欢喜。小乘初果做到了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。能够破这些错误的见解。后面还有个邪见，一切不正的见解，统统能放下。比念佛难多了。这个东西真放下了，真放下的有感应，你是不是真放下了？真正放下了，六种神通，有两种神通出现了。第一个是天眼通，第二个是天耳通。须陀洹真的，我们一般人听不见东西，他能听见；看不见东西，他能看见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他能看见、听见不同维次空间的活动。如果再提升一阶，二果斯陀含，他又恢复了两种神通。斯陀含有他心通，别人起心动念，他知道。有宿命通，知道自己过去，过去时，
一时二时，啊，应该十几二十世，他都很清楚。越往上提升，这个能力就越加强。啊，提升到四果阿罗汉，经上讲，阿罗汉的说明头，直到过去500世，这个能量就很大了。我们看到外国催眠的报告，深度催眠，它能够回到过去40多世。啊，每一世的状况他都能知道，不是在一道，有的在人道，有的在畜生道，有的在鬼道。啊，这是知道自己，也能知道未来。啊，宿命啊！他行。那么三果、阿那含，又出现了神足通，神足它能变化。它来去自由。想到什么地方，他身体就到了，不需要交通工具。啊，所以佛门讲的正果，越往上去，这个提升能量越大。我们看前面讲的佛的实言。也就是说，佛的眼睛能见遍法界虚空界，能见到宇宙的边缘，能见到宇宙的开始。他能看过去，能看未来。啊，时间、空间，他没有了，完全突破了。啊，能看到微观宇宙。现在讲微观宇宙不是真的，佛所见到是真的。啊，微观、毛端、微尘里面有世界，跟我们先前世界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，普贤菩萨常常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去供佛、闻法。真正叫得大自在。啊，神秘的宇宙啊，他在其中遨游啊，通常无阻啊。那么通达善趣门，门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差别，一个是去处。啊，大乘一章里的说，门别不同，故名为门。念祖小注里头挂虎，就是
分门别类，就这个意思。如部门、门类，有这个意思。又能呢通人去儒，明门。法有种种差别，就是有种种门，我们称为法门。净土也是法门之一。那么佛法种种法门，皆能使人去入涅槃。对门的意思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通涅槃。佛家讲的这个一门，这真正讲到究竟圆满了。涅槃就是真如本性，明心见性的方法非常之多，说不尽的。并不是说只有这个法子才能够真的大般涅槃，不是。一切法门，门门都通。问题是我们自己根性不一样。与我们根性相应，我们学起来很方便，很容易，而且欢喜，容易成就。与我们不相应的，我们学起来困难，甚至是真的是格格不入，那我们得换法门。古来祖师大德年轻的时候，有很多从禅入门的，从教入门的，从持咒入门的。可是到中年以后，晚年都放弃了，归到净土。这什么道理呢？那些法门虽然好，烦恼没法子断，境界不能向上提升。人年岁大了，着急，怕这一生空过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麻烦就很大。这一轮回呀，不晓得轮到哪里去了，自己不知道。轮回时间多长，自己也不知道。再的人生非常困难，的人生又能遇到佛法，就更难了。佛法当中能闻到净土，难中之难呐。能够遇到这个本子，把净土介绍得这么清楚，这么简单，也详细，确实是中国人要求的。简要详明，这4个字真做到了。
简单，不麻烦，不啰嗦。而且扼要，重点重要地方通通说到了。所以也算是详细，也算是明白。中国人要求写文字要达到这个水平，简要详明。言语也是用这个做标准。那么这一部这个汇集本，在所有无量寿经当中，它真的是简要详明。那这就是第一流的文字。第一流的解说，让我们能够认识极乐世界，了解极乐世界，我们会生出向往的心，生出求生的愿望，我们这一生真的就到了。真能取得成呢，所以许许多多祖师大德晚年回头了。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做了榜样，黄念祖老居士也做了榜样。到最后一招，万缘放下。他学的教放下了，学的禅放下了，学的密也放下了。一天14万声佛号，专念阿弥陀佛往生。给我们做示范的。一天14万声佛号，就是今天社会一般人所说的分秒必争。一分一秒都不肯把它放弃。这叫积功累德。过去生中的积累的善根福德不足，用这个方法通通补足了。他念了半年往生了，那就补足了。一般人念佛没有他这么勤快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3年成功。念老是把3年变成6个月。这些地方我们要细心观察了。看清楚，看明白，对我们就大有帮助啊。念佛法门也能使人去入涅槃，所以它也有法门的意思。故经中之法为门。那么念佛的方法，16观经里头讲了16种念佛的法门，慢慢都能成就。
那人根性是有上中下三等，里面多分的上根人修的，中下很难。观相念佛，中根人可以修。下根人也困难，没那么大的福报。持名念佛，下下根人都能修，都能修，都能成就。所以世尊在观经上把它放作第十六门，最后一门。最后的一门就是最殊胜的一门。前面十五种你都没有办法修，最后一种就帮助你成就。我们再往下去看，四教仪三第三卷，门者，以能通为一。佛教所传的正四句法，通心、仁、智、真心、实相之理，故名为门。这个地方有真四法句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。正四法句，即有而非空，空而非有，一空一有，非空非有，就这四句。这是佛门的术语。佛学大辞典里面告诉我们，以空有分别诸法，把一切法分为两门。一个是空，一个是有，这就两门。以空有分别诸法，谓为有，那就是不空。这第一句，有门。那么第二句呢？反过来，而谓为空而非有，是第二句空门。再反过来呢，是一空一有，这第三句是一空一有一空门。再反过来，这第四句非有非空。是第四句，非有非空门，有无之法呢？这四句就说尽了，更无第五句。这四句说尽了，所以叫真四句法。我们再看下面，就业义也是业度，义就是度，有无等义而分别之，也如是，谓之四句门。又云四句分别，此中初二句云
两淡。后二句呢，为居士居非，叫双非，也叫双照，啊，双照双非，啊，四教义里头，云四门若理，啊，我们如何明白事实真相？理就是事实真相。第一，六边四明相者。啊，门者呢，以能通为一。佛教所劝，正因缘是俱法，通行人之真性实相之理，故名为门。啊，我们看整个宇宙，万事万法。佛教给我们这四种法，哪些是空，哪些是有，性空相有，离空是有。这是一般人的看法，深入一层看法呢，一切万法一空一有，从相上看啊，四相上看，一空也有。从理上看呢，非空非有。啊，这就深一层。一般人看不到。啊，一空也有，性空相有，啊，非空非有，空不当作无讲，能生万法。人生万法就是意有啊，但是体不是法，体里头一法不立，它是空的，空有是一不是二，有是空之有，空是有之空。你才真的把真相呢看出来了啊！因此，无论是空是有，都不可得。啊，空不可得，有也是空。有是假有，是幻有，它是生灭法。空性是不生不灭，相有是有生有灭，啊，所以性不可得。它没有现象，虽然不生不灭，它不是物质现象。我们的五根
接触不到，眼见不到，耳听不到，啊，身体接触不到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啊，不是念头的现象，所以你想不到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阿赖耶的见分也圆不到。所以叫它空，啊，空里头有，有什么呢？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”那具足就是有啊，世尊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话，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一句话可以做慧能大师本自具足的解释啊，本自具足什么？本自具足如来智慧德相。能大师幕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那换一句话是：自性本具万法。他要不具足，他怎么能生？所以他本质就是他一样都不缺啊，虽然一切具足能生能现，但是那个所生所现的是生灭法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幻象，你要认为它是真有，它真的存在，你就大错特错，他刹那生灭，刹那不住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凡夫不知道啊，啊，佛全清楚、全明白，这叫觉；我们不知道，叫无明。叫迷啊！我们把这个生灭法当作真实，在这个里面产生了错误的观念，就看法、想法啊，全搞错了啊！在一切诸法里头，生起分别执着。啊，对一切诸法起了个妄念，要占有。啊，要控制，全错了。我这一切法一样都得不到，是有没错，决定得不到。像我们看电视画面。啊，荧光面幕里面这些人事物你看得很清楚，你一个也得不到。啊，只是荧幕是个平面的，那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和世界是个立体的，不是平面的。啊，可是通通是假的。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头比喻用的最多的就是梦，梦幻泡影，佛常讲啊，
真是梦幻泡影啊！梦幻泡影说出了真相啊！啊，你可以受用它，你不能占有它。受用它，没有占有，你就很快乐。啊，有占有的心呢，就有得失。啊，那失掉了怎么办？就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。他本来没有得失，你患得患失，叫自找麻烦，自生烦恼。啊，你这个烦恼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佛教我们放下，先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不可得。啊，般若经说了22年。总结论是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佛这四句话讲绝了，这就是整个宇宙的事实真相。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也是四句法，啊，佛告诉我们，离无碍，离是自性，没有障碍，它能一生万法，能生能现，啊，离无碍，从事上来看呢，事也无碍。为什么？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事是生灭法，生灭速度之快，我们想象不到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生灭多快呢？这一弹指，有多少个生灭？有32亿8000年。8000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，有320兆个生命，你怎么能得到？包括我们自己身体，啊，包括我们自己起心动念。现在人用秒做单位，啊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弹得快，我相信有年岁轻的、体力强的弹得很快，一秒钟至少能弹5次。320兆再乘5。一秒钟里面，已经有1600兆次的生命。你能掌握其中哪一个生命？掌握不住啊！你说生已灭了，说灭又生了，生灭不住。而且每一个生灭的念头、形象都不相同。你一生当中决定不会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。如果有两个念头相同，那叫相续相。没有啊。每一个念头是独立的，所以哪里来的是我呢？有相续就可以说有我存在呀、啊，它不相续啊。啊，前面一个念跟后面一个念不一样啊。啊，日本江本博士做实验，做10几万个实验，找不到
两个图案相同，他很诧异，他问我，我告诉他，不可能有两个画面相同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画面是从念头生的，念念不相同。所以它是相似相续，它不是真的相续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啊！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跟我们说真话了。为什么叫你放下？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我是我们的身心，人是与我对立的，别人。众生是讲的空间，整个宇宙的空间，寿者是讲的时间，时间有先后，空间有设防，都不是真的。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所以叫你放下。无四相，就是无人无我，无时间无空间。我们常说，放下身心世界。众生跟实受者相是讲的境界，全都放下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通通放下了，真相大白，你就见到真的了。真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眼前的世界，一看到真相。所有的现象，一秒钟，1600兆次的生灭，你看到了，你完全明白了。这是什么人的境界？《大乘经》上常讲，八地以上。初住菩萨就接触到了，接触到的是边缘，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，不怀疑，也肯定，但是没有亲证。他要不断向上提升，提升到八地，他见到了。那真相是什么呢？四句里头，亦有亦空，非有非空，这是真相。这两句话里头，就是不可得。性相离事讲到极其微细呀，这是现在量子力学我们不能不佩服
我们再接着往下面看。若外人邪因缘无因缘法四句啊，因此四句各见四种邪法之理，所以它成为正四句。因此生十四难六十二劫，其诸戒业成本生死，此是邪道死门，今所不说。啊，这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印度是宗教之国，啊，宗教的门派很多，啊，各说各的道理，有十四难六十二劫，啊，那么这个在佛的经典里面都可以查得到。此地呢，省略掉了，不再细说了。若佛法四门，即是正因缘四句法，啊，与事实真相相应；与事实真相不相应，那叫邪见、邪道。能同行人，同入第一涅槃。啊，也。有门，二是空门，三亦有亦空门，四非有非空门。寻佛三藏，复去缘多种啊。最寻其正，要不出四门入道。啊，其四门，也就是前面说的，有门、空门。亦有亦空，非有非空。啊，这个四门真知真解。啊，但是你要想入门，不能有执着，你才能入。啊，你没有见思烦恼。见思烦恼放下去了，你从这些门都能入。啊，入门之后证什么果位呢？证小乘四果罗汉。真的小乘四果罗汉，证得偏真涅槃。啊，大乘其性为菩萨，他断证的境界等于阿罗汉。这真正入门了，所以不放下这个门是入不了。啊，一定要真正放下，才能真入门。世尊给我们说了实话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讲真话了，讲到究竟圆满。本来是佛，现在迷了，迷了还是佛。啊，只是个迷惑颠倒的佛，他没觉悟。
如果如何能够帮你破迷开悟，你就又回到本来佛了。这个原理原则必须要知道，必须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然后晓得我能入多少，正多少，全在放下。问你，你能放下多少，你就能证得多少。不能放下，你就没有办法入门。功夫成片也要放下，放得最少。不放，功夫不能成片了。最少的是什么呢？你心里面所爱的这些东西，要放下。所不喜欢这个东西也要放下，你不放下全有了障碍，喜欢不喜欢全放下，为什么呢？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东西，没有善恶，没有染净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，心就不清净。你功夫成片就很困难。喜欢的不喜欢的，讨厌的不讨厌的，先把这个放下。这还没进门，到门口。不错了，有这个功夫就能往生。如果是进了门，那没有话说了。那极乐世界，你喜欢什么时候去，什么时候去，毫无障碍。那叫什么？一心不乱，事业心。离业心就更不必说了。证得事业心，就是证得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，爱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。一切时一切处想回去，佛就来接引你。功夫成片，也有九品。上三品，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差不多也是自在往生。功夫成片的自在我们可以争取得到事业心、离业心难，为什么呢？事业心。功夫等于阿罗汉，离业心等于明心见性，这是我们确实做不到的。我们真正有把握的就是功夫成片。像黄念祖老居士，一天14万声佛号，除佛号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要功夫成片。我们一天到晚，从早上起来醒过来叫阿弥陀佛，到晚上睡觉，
这个佛号不断，就叫成品。啊，有事情的时候不爱办事，佛号放下来，办事，事情办完了之后，佛号就提醒。这叫成品。啊，事情办完之后，佛号提不起来，这个没有成片，佛号断掉了。这个容易做到啊。说老实话，人人可以做得到啊。做到这样的功夫，就决定得生净土。啊。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缘分，教化众生，众生不听我的，啊，我想提前早一点往生，行，啊，还有寿命不要了，那个寿命是业报。可以放弃啊！我们在《往生传》里面看到银库啊，他是拼命，他怕堕地狱，要造作地狱罪啊！念了3天3夜佛，真心念，真念到功夫成品。把阿弥陀念来了，啊！佛告诉他：“你还有10年寿命，啊！等到你临命终时，我来接引你。”这等于给他受记了，啊！他不要，他跟阿弥陀说：“我劣根性很重，经不起诱惑。”这10年，我不知道要做多少罪业，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啊，那佛答应他了。佛说跟他约定，3天之后我来见你。他没有生病啊，没有任何异象啊，一切正常啊。3天之后，真的。欢欢喜喜往生啊，10年寿命不要了啊！真正念佛人要把寿命交给阿弥陀佛啊！佛觉得什么时候恰当？我就什么时候走，天天等佛来接引，好事啊！天天想着佛来接引，我们这个世间就丢掉了，就不再想世间法了。啊，每一天都在盼望着佛来接引。总有一天呢，真来了，真盼望到啊！那么佛不来接引你，大概就是你还有工作没做完这个工作不是别的，做个好榜样给世间念佛人看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，天天做好榜样给人看呐。贤首大师《还原观》里面讲的四德了，我们要做出来呀。这个四条很简单的，
能记得住啊。啊，第一个，随缘妙用。啊，能随一切缘，顺着一切众生。妙用是不着相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妙啊！啊，世间人随缘，他着相，啊，着相就造业了，啊，随缘不造业。啊，第二个唯一有责，就是做好样子，做念佛人的好榜样。啊，念佛人的好榜样是真心、真愿往生、真念佛名，这就是念佛人的好榜样。啊，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这就是念佛人的好榜样。啊，外面的人尽量减少，越少越好。啊，第三条是讲我们态度，如何制止，处事待人接物要柔，要温柔，要和谐。啊，这是外面的态度，让人人见到你都生欢喜心。我们跟众生就有缘了。至知是真心，没有虚伪。啊，第四句，待众生苦，啊，我们要守法守己。愿意吃亏上当，不计较，没有怨恨心啊，别人恭维我赞叹我不生欢喜心啊，不会受外面环境干扰，待众生苦啊，认真修行就是待众生苦。啊，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我们尽心尽力，满足大众的需求。啊，好心得的不是好报啊。众生可能怨恨你，回报你，羞辱你，啊，陷害你，通通忍受。啊，为什么要把它看作消业障啊？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我做了多少罪孽？啊，无缘无故行好事。还要遭这些果报，啊，这个消业障比什么都快速。啊，不但对这些人没有怨恨，还要感恩，真要感谢他们，要不然业障怎么会消得那么快？如果我们记着这些怨恨在心里头，不但业障消不了，业障增长了，增加了。
所以这个时候要智慧处理，不能用感情，用感情就造业啊，用智慧呢业障就化解了。啊，你看就这四句，我们念佛人能做到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放弃主观观念，啊，能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啊，只要他的意见没有大害，我们都可以忍受。啊，如果真有大害，我们要跟他讲清楚，让他觉悟，让他明了。啊，他也是凡夫，跟我们一样。啊，做错事情都要背因果。啊，因果是事实真相。真的要讲，讲清楚，讲透彻。啊，人真正了解因果，相信因果，不敢起个恶念。啊，恶念都不敢起，他怎么会做恶事情？那不可能。啊，因果比道德仁义道德还有效。啊，道德是叫人不好意思作恶，规范人心啊。因果是叫人不敢作恶，你作恶你也受报。啊，所以因果禁止别人作恶，那个效果的力量最大了。啊，人敢胡作妄为，就是不懂得因果报应。等到他死了之后，堕落在三途，那个时候后悔莫及，来不及了。必须在地狱恶道里头，把些罪受完，你才能出头。啊，罪不受完，你出不来呀。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好啊，没有财富好啊。你想造恶业，那个恶业有限，不大。如果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财富，很容易造大罪业。啊，那个罪业业造的时候，真是几十世、几百世都消不了。啊，太可怕了。啊，慈禧太后苏活了中国传统文化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尊敬的心，自己功高我慢，他躲在地狱，是最苦的地狱。什么时候能出来？唐太宗说的话，他永远出不来。
啊，当年统一全国，全国人听他的。啊，这个头戴的不好。中国历代帝王都是儒释道的弟子，他对于三教都不尊重，自称为老佛爷。啊，历代帝王都是佛菩萨的学生，啊，皈依三宝。称佛为老师，自称为弟子，他不是的，他自称为老佛爷，其他的佛降一等，在他的旁边。啊，轻慢佛教，啊，儒教，清朝从开国到他之前，经常。离情大儒家这些大德到宫廷里面讲学，啊，这个制度他废除了，他不要了，他喜欢伏击，相信鬼神，啊，遇到疑难大事。请鬼神来帮助他决定，他不听人的，所以最后搞到亡国。中国古人有这么个话，出在哪里我记不得。国家将兴，听于民。要听老百姓的。国家将亡呢，听于神、鬼神。听鬼神的，就快亡国了。这很可怕了。啊，而国之将亡的时候，鬼神真多。佛菩萨有实现神通，但是不常有。如果频率太烦了，那决定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一个月来好多次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这个不能相信啊。啊，我们净土宗慧远大师。这初祖一生见西方极乐世界三次不多啊，他从来没有跟第二个人说过，见如不见啊，到往生的那这个时候。阿弥陀佛来接，还看到莲社的同学、先往生的，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，来接引他到极乐世界。他才告诉大家，佛来接引我，他看到哪些哪些人站在佛旁边。对，极乐世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。这才向大家宣布，说完了，他走了。
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善趣者一般指六趣中之三善趣，但此与精进之意相违，因为上面既以六趣皆名恶趣，故人天等趣不能复称善趣，故知善趣门不是趋向人天之门，而是上善者之所趋向，故名善趣门。如回溯曰：菩提者在上善所如，故言善趣门。慧疏讲得好啊！是未入菩提妙觉之法门，才是善趣门。此门唯有发菩提心，上善之人方能去入。洞开此门，故曰通达善趣门。这个说得好啊！何为洞开呢？则为有成就净故，普摄群生之净土法门。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好。通达善趣门，这个善趣门不是六道里面的三善道，六道里的三善道都叫恶趣，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个善趣门的时候是超越六道轮回了。那么超越六道轮回，唯有成就净果，净果就是极乐世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专指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成就极乐世界，普摄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往生净土，这才叫善趣啊！这个往生通通成佛道，真实不可思议。所以到最后结尾归结到善趣门是极乐世界。什么人能去呢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什么叫发菩提心？印光大师用弥陀经要解里面所说的四个字
信愿持名。信愿是菩提心，这个话以前没人说过，欧耶大师是头一个讲的，印光大师读了这一句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真难为他说出来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在以往，许许多多念佛的阿公阿婆，他们到晚年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你问的什么菩提心，他不知道。而这些人往生的瑞相都非常好，都能叫人赞叹，让很多人怀疑没有发菩提心啊，光念佛怎么能往生？欧益大师说了，真心祈愿的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这个话说的太好了，啊，这一些阿公阿婆，你问的什么菩提心，他真不知道，很多不认识字的，根本就没有听过经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有人劝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像地贤老和尚劝他那个徒弟郭罗江一样。郭罗江不认识字，一天经都没有听过，什么也不懂，也不认，没有念过书。啊，出家了，地老知道啊，他不能在寺庙住啊，为什么？寺庙住，五堂功课要学会。啊，五堂功课要没有学会，在寺庙住，人家笑你。你难为情啊，你住不下去啊。啊，讲经你没有这个能力，这真叫他为难。啊，所以给他在乡下找个小庙，叫他一个人住。啊，就教他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好好的去念，将来一定有好处。啊，告诉他念的方法。啊，念这句话不间断，念累了呢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所以他一点压力都没有。什么时候累了，什么时候去休息。啊，坐着也好，躺着也好。啊，休息好了，接着赶快念。三年，欲知时至，站住往生。真的没有辜负老师。啊，给老师做出念佛最好的榜样。
啊，地仙老师老法师常常说他这个故事给念佛人听呐，鼓励念佛人呐，要向他学习，他万缘放下，心里头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，心里头那些啰嗦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洗得干干净净。啊，所以他就这个方法了，稳稳当当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末法时期念佛人最好的榜样。3年成功。啊，前几天刘素云到这边来，跟大家做了个报告，讲他姐姐往生的事迹。那也是现在人念佛人最好的样子。啊，他还有10年寿命，不要了。啊，发心做一个。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的往生的样子，他做到了。啊，真正发心，到他往生。好像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。往生可以随意，往生不难呐。啊，佛没有妄语，句句是老实话，佛不骗人。啊，我们要真正相信，不要怀疑。勇猛精进，是时候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